所以咱伫面对讲到两项足大诶代志，就是安尼哩，以及家己诶代志。啊，首先咱来尊重，特别是要其他诶宗教，特别是犹太教啊、佛教，对即个家己甲安尼哩诶行动也非常诶敬虔，咱尽尊重敬虔。所以今仔日讲到有必要是诚做对。啊，再来第二点，咱是要讲到第七章，耶稣对家己甲安息日的态度。所以咱讲到所有的基础是靠耶稣所在教会，无论因对安息日以及家己的态度，这是咱教会应该爱知的。可能比较因一寡现代圣经学者学术对家己甲安息日。啊，这个研究是等于正现量，啊嘛，毋知要怎样对去。所以最新的古安研究的啊，咱就兴趣好，啊，但是较已经固定的，差不多应该是较无问题。今仔日可能咱第一项会引一挂进来，啊，关于这个问题，我这个期待是大家用谦卑的心，啊，去继续学习，啊，安尼。当心来祈祷，主爱之父，万载万无法度靠家己来行到你遐，但是上帝你若派人来带，万无可能行得到。求你教示阮军队，较毋是共人切互马家己找，吼主要所祈祷命困境。全文约翰福音总共21章。21章内面到处拢充满真济真精彩，佮予人印象真深的主题。简单举例来讲，第一章讲 Logos 道成肉体，真精彩。第二章讲耶稣从水变成酒的实验。第三章讲钉头石。可能后面搁着算。
三山六观耶稣传道的技术，主要是耶稣三年传道全部圣洁最好的缩影。耶稣三年把这传道内面所遇到的代志，以及耶稣安怎去处理把这个传道遇到的代志，咱一旦对台湾的这种加减看详细，看不出来。所以约翰在七章对外观看起来拢是较散乱无节制，但是伊却是要知影耶稣传道实际经验的要紧的重要。若要深入去知道的 historical 知识，历史用的耶稣伊三年传道中间实际传道的含义，约翰福音第七章是一个不可缺重要。今日咱就要特别专注来看耶稣传道三年期间，伊是安怎向犹太教宗教律法的系统，用我们对抗，用哪对抗呢？伊用我们对话，用哪对话呢？伊是用我们强调，用哪强调呢？用我们见证。所以耶稣向法利赛教的主义，不是强调的，不是对抗的，嘛是对话，嘛是。我想用这种方法跟律法的对抗，在耶稣三年传道中间大概是每日的发生。为什么看这点？看这点，耶稣和犹太教律法主义的对抗、对话和竞争是遐重要，因为分析耶稣和犹太教律法的对抗、对话、竞争的经验，就一定会帮助咱更加知耶稣传道的核心到底是安怎。所以我们究竟到底是究竟是啥？这甚至对咱信仰个人拢相当重要。是对抗也好，是对话也好，是竞争也好，约翰七章第十节，耶稣对犹太教的犹太人讲：摩西敢不是传律法给你吗？但是你家己却无一个人受得惯，是真的真的。因为我们第七章就是用第十节这句话来起头来说明耶稣和犹太教有关的争端的导火线。耶稣讲：摩西敢不是予你律法，就是你中间无一个人受。第十节，七章十节，耶稣含整个犹太教导主义的导火线包含这句话内面。而且第十节，约翰安尼批判犹太教的律法，超理想特别的用语甲态度，因为通常伫其他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书内面，内面拢原来有咧资料记载，而照耶稣含犹太教律法的冲突拢有啊，原来福音书拢有记载。但是别个福音书里的记载，大部分拢是只有是伫描写耶稣对某条律法的解释，和伊的犹太教的律法书解释无同记载来。那就讲宗教法条见解是不同，这种情形伫古今的犹太教经典老师内面相当普遍，共是法条解释无同所造成。古今不捌认识啦。事实上，耶稣的时代，犹太教的经典解释分作无数的门派，有的大法利赛人也伫门派学派，影响力非常大，有的就忝咯，彼此争辩非常厉害。所以，伫迄个时代，耶稣的律法的见解，难免会甲当时的经学学生产生争论，一定是。无可能无争论，因家己都伫争论。但是犹太教的经典的解释后来较固定落来，伊的经典解释的标准，伫耶稣死了后以后到立主后第一世纪的时，迄是话不能够就地上，迄个是这个两臂诸多的这个犹太教，他徛
到迄个时，还阁有经啊，老师伊比出来渐变，迄、那个渐变嘛已经不再遐个，已经标准较适合。这种个渐变，就予咱伫做个历史上第十三段个直接，耶稣不再是单纯提起摩西有法不同个境界。境界不同的代志，一定不是要点。要点是耶稣讲，耶稣讲要点是，你有律法，嘛无人在守，嘛无人守会条。耶稣伫遮，不是要讲律法应该安怎解释，耶稣是咧讲彻底推翻掉律法的有效性，以及伊存在的必要性，因为你有嘛守会条。所以对约翰福音伊伫写伊福音书的一方面，我一再提醒人，全部约翰福音大部分的所在，伊拢详细伫讲两样代志。你看伊是就是伫讲七八十年前耶稣的代志，其实伊嘛详细伫讲七八十年后因约翰福音的代志，伊一部分讲两样代志。所以约翰福音写这方面。上面伊是伫讲，伫因七八十年前，迄位历史上的耶稣发生的代志。另外上面，约翰福音嘛是讲，原耶稣死了七八十年后，原约翰福音的教会嘛是，伊一句话讲两样代志。所以咱读约翰福音的是较好爱知，约翰福音就是详细伫讲两样代志，讲出来第一。七八十年前，迄位历史上是所有个知识，伊对迄时一代人的法较深层次的规划，毋是了咧论律法安怎解释较对较对，乃是一定耶稣是已经进入到安怎解释嘛唔对咧，外教解释嘛是会提出来，这是耶稣态度，已经深度的研究律法的真，也是会。第二方面，约翰福音直接嘛是伫透露，伫因迄个时，耶稣已经死了七八十年了，因都还无被教会。迄个时，约翰福音教会，因和犹太教会人伫对抗、伫竞争，早早就已经毋是要伫论如何如何解释如何才对啊，那是已经进入伫论犹太教会的宗教会面，也约翰福音教会。用安尼直接来主张犹太教律法的功能已经失效，甚至可以不存在，因为初代教会较无可能要求犹太教去证明律法爱安怎安怎解释才对，不可能。初代教会是已经进步到讲犹太教的宗教律法，无论你安怎讲，拢免。所以咱就看马太、马可、路加福音，耶稣含犹太人去争论，拢争论是讲，你安尼讲才对，我安尼才对，对啊，对，路边讲，无论你安怎讲拢无效，到安尼的程度，因路加福音是一件黑板。其实对完整古典一切的宗教开始，一直说正清年到耶稣时代后期的犹太人，正清年来啊，足够。自古早因创设宗教文化以来，犹太教因不可动摇最核心的物件，就是律法，就是托拉。但是自古以来，正常以来就开始有律法以来，犹太人一些人本身就对应得的律法真严格，你不能讲，不是教耶稣在那边话的，真正是你。一些人啊，犹太人不守律法，既然是核心，唔去守都守袂了，还是核心什么？古人来讲，古约亚利米五章五十讲，恁知影上帝律法，但是却坐守专列斩断，解脱的亚利米就这个人，亚利米到处就去公开谴责一些人啊。
管其他如何作假作弊，唔通一面取之灭财，行而诡诈，点出来就太搞严格，不管其他百姓如何作假去应付过来，也未必是耶稣已经当失败的事。并不是靠耶稣才讲的无信无快的，你耶稣已经当失败的事。开始对你的宗教文化做最严厉的规划，供犹太教文化，犹太人自己得得完之求，无不之胆，无家己是法利赛，坚守律法的正定分子，伊就干了代志，就站在我的心志面前讲，见老天也无一个人是能修。法的个前提，意思是无一个人用修律法变成较好，变成有上帝接受。表明无如同犹太人主张修教律法来有上帝接受是不可能的。无如香港台是至少差要来福音四个章的，要来福音四个章的这个无如就已经断掉犹太人律法是好的。不是好坏，好啊，好坏啊。回转来看，要来回应第七章者，耶稣对犹太人传播摩西律法，主张伊是已经失效，可以不存在。当然，犹太人非常的愤慨啊，我看第七章你有看到吗？因为遐外头的宗教文化发展，就是犹太人核心的最核心，是犹太人所认为最。把你核心价值，伊的真正的关心全靠这部宗教文化之文章。犹太人看伊的宗教文化，肯定是上帝显现，是代表上帝。看文化就是上帝旨意，旨意就是上帝。耶稣你看看文化，当然耶稣就受苦受欢上帝啊。所以耶稣判断这三个中间，犹太人常常看耶稣必定是对魔鬼来的七章一节讲感谢。七章一十节，加犹太人议论耶稣是魔鬼附身啊。其他所在，譬如讲马可三章一十七节，犹太人是提称耶稣是魔鬼的王，被胁迫的附身的化身。但约翰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是一个最好的实例，来看到耶稣和犹太教宗教文化对抗竞争的本质。因为伫遮相信有两个犹太人如法的问题发生，第一是安息日的问题，甲割礼的问题，做会发生伫约翰第七章。安息日啦，割礼，这是犹太教文化内面真严重、真大的代志，犹太人做。对，不可能是这种人的代志，会提的努力啦。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耶稣详细去读犹太教宗教文化内面地，啊，了解地甲地这两个大问题，好咱通更加清楚看出耶稣的态度。但可能就是会详细来说的，啊，了解甲地问题，对这两个切记要。他了解耶稣对整个犹太教文化的基本态度。要为讲以前，咱先来纠正一个一般最常犯的错误概念，就是真济人常常误解讲七十九一个按六节，一个伫男性生殖器官头前会画起来，这个概念，这个宗教概念，以上两项拢是犹太教犹太人独一无二的做法。拢是犹太人家己发明的，只有犹太人来做，这会唔对啦。其实，按照人家讲的，两项拢唔是起源于犹太人，甚至古今拢有真侪其他种族安尼做成功，按照人这。但普罗隆在犹太人在按照人根据真侪古早卖讲的，其他一个其他一个。纽约犹太人，特别是遐较保守、较比较爱保守老师，
救赎。还有一个是吼，当袂使坐，驶袂使坐，袂当驶车，袂当坐电梯，也袂当望着钱，搁计坐。犹太人还有一个是算作一个礼拜七日的头前，那有其他一个垃圾神，是对拜五的节日到拜六的节日。这叫做一个沙巴安尼子。自古以来，犹太人对这些安尼子规定真济，什么不当做，什么不当讲，讲这拢是上帝的。其中强强的规定是规定的安尼子是拜六不当忘掉钱。但是因为犹太人非常注重健康，鼓励讲一些犹太人。大家必须留一杯的威格拉斯酒是卖厂子的，连阿廖姐嘛袂当失格啊，嘛袂当调皮去啉嘛，安尼对健康不好。安尼蛮错，我因袂去请教因个两臂，因总教老师，因个两臂就会吃龙拍击，因以解释经典的道理教伊克服，结果两臂就教伊讲。拜五你去啉的是，你付两杯钱，连拜六的钱你嘛该付掉。啊，你拜六去的是，你都唔免忘掉钱，你就家去啉就好。哦，啊，你过当啉就几块数，啊，佫唔免忘掉钱。安尼算作有遵守上帝的话，会得到进步。不过犹太人，犹太人是做诞生的呢，因为介是付钱买甜品。
就将每七只捡一只，当作是宗教的人捡去。每一个医生啊，一定要伫迄只捡，将伊念十界天条的第四条。明明讲这是上帝的命令，但唔遵守不可，会安尼来达到安尼一个效果。安尼做，唔太好，安尼做真巧。把这东西，但是安尼一个问题比咱想的更加大，因为伊根本就是古代一些的人导演的。莫讲善良善恶，就是介济人拢安尼。伊根本就是化作已经有这个做法，甲这个梦想，后来才传进来一些的人知恶的讲做宗教的话。历史学家已经清楚知影，西元前2000年迄是偌早，阿比拉罕是到西元前1900年，阿比拉罕进前的100年，汉谟拉比法典统一两个流域建立。帝国的时候，遐尼早的巴比伦人，伫因的垃圾，每礼拜的第七日就当作是歹日。若讲巴比伦人是六七岁，第七日不存在啦，迄就是歹日。你无法度会过去，你就该算作是歹日。明明迄日万人万民是叫做不可做代志。面全民众，你就我知啦。第七日、第十四日、第21日，古代一些人，因无像用巴比伦是坚固的文明有农业，古代一些人是沙漠中流浪数千年的游牧民族，因根本就无迄个条件通遵守礼日啊。因无参与、无修行，这种的啥物不管。可是有怪力啊，有怪力者，因不可能三千七日休一日的生活方式。一直到西元前约1250年左右，就是摩西带以色列出埃及以后，啊，带领以色列攻入迦南地时啊，因为游牧民族的希伯来人武力较强悍。因攻击巴勒斯坦，老年革命的农业社会抗敌时，因发现抗敌比因更加先进。抗敌已经是坚固的农业社会，但是限制巴勒斯坦抗敌农业社会，因的土地环境、因的条件、天然灌溉不足、土质肥沙的气温。已经病虫害的流行到无可控制，迄时的巴勒斯坦加兰地农业社会老早七日七日休息休耕一年的概念啊，七日休耕一年就是控制病虫害以及个土地休息上好的方法，加兰地。一些的人怕就以前比较先进的农业社会，一七年休一年，养鸡为天，所以进入农业社会才当有序生存下去。所谓进入农业时，古早一些的人，这个游牧民族根本都无条件，应该发展出七年休一年，七年休一年，休一年，休一年改。那是因为到足后来，就到加兰地受当地农业社会影响，也是讲对当地农业社会学习，才有了解、了解的概念，然后才来批准宗教，变成去用一些了宗教经典法律，变成一个十诫天条内面的第四条，终于变成上帝命令会有一个理由跟安排，因为古早人哩。你叫自己卖做是无可能的，把伊两人讲迄阵是歹钱，你去做啥事，你就卖啊好咯。伊现在讲迄阵卖用那么做，你卖袂了。所以伊现在讲，
上帝的恩典，福音一个理由跟合约，非常少不可。得到什么好处？得到以色列人开始学习农业，开始会当用心生产农业。所以，受安了限制，不是以色列人一代人独有的，更加不是起源于以色列一代人本身，更加不是古早古时的宗教的礼仪，因完全是其他文明中间的智慧。这其他这学说，差不多已经是奢侈定义。干的是从实习的经验往上的意思，伊嘛就不能是起源于一些的人，也是犹太人，嘛就不能是犹太人独有的。干的是对西方强杀千年来的。
来受的，这点你要注意点。以前啊，出来受的萝卜，嘛惊个咧，伫人性的生殖器顶面挂钩的做记号，这边来讲，你是记号，有无？注意，阿伯喊你萝卜就变来做记号，古有圣经甲你讲，那是做记号。
以为讲这个广告，以为讲这个广告，这些下面是标点料，标点阿伯汉说出来那些小鬼，一辈子拿那个钱买，最大最明显现存的危机甲危险就是因是会死，是会招人，是会招你，这是造最大的危机。然后规个创世拢写，阿伯汉一直明白，一直期待。要家己吃做苦，家己吃做是大作，就是足细啦。未我小作内面的人，真容易知影，因饲的牛、牛肉无精神啊，会对别个大部分会气。你若饲十只牛嘛，迄人饲一千只，你迄十只慢慢就多一千只，因为迄边资源较济。阿伯汉饲遐侪牛羊鹿，着各种精神，当然是知影这种道理，所以安怎甲牛羊做记号啊？就这十四个饲牛啊，等着滴啊，阿嘛甲人做记号啊。所以阿伯汉伊大概是得到上帝启示，伊心受得到上帝启示，我相信伊有。伊得到啥物启示？伊得到讲上帝个。
来保护家己，来建立家己作为的认同感。历史上真正是安尼，家己的本质就是硬性规范民族的认同感。有家己有家己，是民族认同的协助。含上个对人类拯救，应该是无关，古早无关，何其在啊！这个地方出现，到耶稣保罗是关。Yes.
目进入农业社会，有帮助你小作物较袂流失伊的资源嘛？这咱有法度接受。帮助你对游牧，啊，了解帮助你对游牧来进入农业社会较进步、较发展。该咧嘛是帮助因小作物较袂流失伊的资源，建立因较强的identity。古老圣经讲，这两项都是上帝愿，来予以色列族一旦动摆，对啊。按了是，伊就决定拢放在以色列族一旦不起的爱跟利益甲动摆，这对。所以咱讲，咱读古老圣经讲，上帝对一切万物，对一切万物。咱会当讲到遮尔，但是和人的经验有关的，这从对现代学术已经深切的影响。咱建议，那是我啦，你唔免，你安在，那我建议就是，我嘛未好定是话了解，甲甲个就是来做古代人，伊就真正是来做话。上帝讲，你莫用这个方法，莫你来做。是生存落去啊！因得到启示是这啊，为何地球地如何其地生的以后的年代嘛，就是耶稣的时代迄个年代，从这变作拯救的真理，十五世纪的钥匙。那不行，这些胡乱发挥，拢必定陷入去宗教、教条主义、恩义感的。耶稣本人不只有你在教的教条，含每一人信仰任何求上的观念，整个出来教的包括约翰福音、保罗，拢全做成为遐个教条，含全真理求上的无关的。但如果无是咱的话，无是咱了解，甲咱的基督相关系，无嘛？要活我来活好势这个生命，
当然不可阮家己头脑，不可别人的头脑。渐渐阮知影，实在靠耶稣真正有够用。阮何等感谢！伊带路逐条拢受足，所以搁一遍恳求你，予阮老面对耶稣，无搞家己天公世界做，数千人的入耶稣公的幽灵，阮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阮厝阿公啊，会夜公因为台湾，夜出公